十五，肺脏。液、心、时节、热能、与时、营养的色法。肺脏是分为32片肉的肺肉，它的色赤色如未甚熟的无花果的颜色，形如一厚片没有切平的饼的形状，处所在两乳之间的身体内部，盖腹及悬挂于心脏及肝脏的上方，界限以肺脏的边际部分为线，这是它的自分的界限，它分的界限与法相似。